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后江的这个料子，你们看啊，这个黑肚子吧，像墨翠一样，然后上面有这种白雾啊，这种它擦洗过嘛啊，看黑肚啊，肉质发黑，非常黑，白雾是吧？然后看这个裂啊，也吓人。但是想到这个料子，它的等级啊非常高啊，你们看到这个，看这个肿了没有是吧？看这个里面是吧？等级非常高，而且是有清水的，所以。想到等级非常高，能做担面，裂的话我们冷了是吧啊，那这么大的石头就不相信盘不到大担面出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啊。好紧张，我靠，干净了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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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目前的话没有看到棉啊，很干净，很干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剥大，等剥大之后来给大家看啊。这边现在我们这边打开啊，已经看到大面的位置了。然后我们到后面也试了一下，哇，这边的清水啊，就是清水的那个浓度啊，明显要高很多。然后里面很漂亮啊，总很漂亮。我们继续干大干强，做大做强啊。